重心起立，旋转正面向挪开。挪开问序，疑问序，待问序，三问序。请转身面向法师，礼敬法师疑问序。阿弥陀佛，请坐。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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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各位菩萨，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六祖坛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这个讲义。课本呢，讲到第40页。那上个礼拜呢，有跟各位呢介绍关于善知识。哦，在六祖坛经里面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啊，他都称呼他的弟子为善知识啊，他的学生啊，他不会直呼其名，他非常非常的客气。那关于善知识，在我们佛教修行而言呢，不管是初学者还是老参哦，亲近善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初学者哈，更应该呢亲近善知识不得离止。那甚至老和尚哦，像有些老和尚，各位假如有意识到有注意到，有一些法师老和尚呢，他在自己的这个课堂。或者自己的这个接待客人的地方，或自己的法堂，他除了有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像之外了哈，有一些人会挂上自己师父上人的什么德像或者是法像，各位有没有注意过？这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哈，因为我们尤其我们北传大乘佛教有三个法。三种的传承法脉必须要了解的。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出家状况，第一个是我们的剃度的法脉，你剃度的师父。第二个呢是什么？德界的师父。我们所谓的德界，三师七正，所以我们初一十五都要怎么样？礼主吧，礼主都会怎么样？顶礼人啊，德界坛上，十师嘛。那皈依的在家众呢，就要怎么样？要顶礼这个皈依本师哈，就这样的一个初一十五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哈。再来第三个是什么？传法的法脉，这三个都不得怎么样分开的哈。第一个是什么？剃度的，一个是德界的。第三个是穿法，那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呢，他跟我们一般的法师的这个修行过程呢比较特殊的，他是还没有出家，就是先怎么样，先得到这个五祖的什么的穿法了哈，他是得到这个穿法之后呢，再怎么样往南边到了这个法性寺哈，再出家的哈，出家之后才开始怎么样。受戒，然后再说法的哈。那以我们现在比较正规的哈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是先剃度受戒，然后哎休息一段时间，觉得因缘具足了，那传法和尚呢会怎么把法传下来？这三个都要具足。所以一般我们在法堂，甚至这个课堂呢，都会看到哈有些住持法师呢都会悬挂着。这三位的这个德相代表什么样？念思感恩，而且是一种亲近善知识的不断的在提醒。他看到他的法相挂在这个课堂的时候，会意念起师父曾经给他的教诲，
甚至他面临的一些修行上的一些考验，会让他回忆师父过去是怎么样通过考验而成为一代宗师的。哦，所以来剃度、得戒、传法，那当然从开始剃度的法号呢，他就不会再更改，除了你这个自己改，但是剃度的时候是什么法号、什么法名呢？他大概就跟着一辈子了啦。有些自己会取自己的字号什么之类的，那当然是可以，但是你的法号是怎么样的一个法号就跟着下来。再说得戒，那得戒和尚在我们中国佛教的这个传戒的因缘当中，得戒和尚不会怎么样，在地上给你取一个名字，你剃度是什么，他就按照你剃度的法名怎么样给你受戒。最主要是你要听得懂，知道你要求戒的因缘具足。那传法呢，当然这个传法就比较特殊了，他会把你这个剃度的这个法名呢，再加上传法得法的法名加上去，就这样的一个因缘。比如说明矮，明矮是出家的这个法号，那现在假如有接了临济宗的法啦，或者朝洞宗的法，再加上明矮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法号，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临济宗，七塔寺的是慧智辈，智慧的慧。就会什么，师父会给你传法，然后他会给你四句偈，就是一种勉励的意思。那朝洞宗呢，就是所谓的什么，这个今日禅宗证，现在他传到什么自备，然后再给予这个朝洞宗的这样的一个传法。当然就是这样的一个，这就是清净善知识。所以为什么在法堂在课堂，我现在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偶像，从来不是的。各位要了解到，连老和尚他们都自己会悬挂，不管这个师父还在不在，他都会悬挂的，会有一种什么，这个感恩上人的种种的教诲啦。其实他就用清净善知识，非常好的因缘，不断的提醒自己要念师，要意念师父的这样的一个教诲。那在佛事的时候呢？这刚刚提到的是出家法师嘛，那现在讲一个我们这在家中的一个清净善知识的一个例子。在佛住世在王舍城呢，有一个在家弟子叫须达，就是孤独长者啦，他第二个名哈，那须达，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在家居士，对佛法僧三宝的供养呢，是全力以赴的。全力以赴的，非常非常的恭敬三宝。那他本来有一天准备要到僧团去请师，乃至来供养僧众。结果呢，就在那一天怎么样，突然怎么样生病了，生病了，病得非常非常严重，几乎觉得快怎么样，快没命了。但是他心中一直意念着要去亲近善知识。要去僧团去供养师父，但是怎么样，病到没办法起来，没办法，他只好呢怎么样，这个派他的这个门人啊，他的家中的这个仆人啊去慰问，代表他呢到僧团里面向佛陀、向世尊的什么顶礼，然后问候请安，然后供养僧众，然后呢顺道呢再到舍利佛的住处。当时的比丘的住处不是像我们现在在僧团大家住在一起，他们是一个孤地，一个孤地，一个自己在树下或者一个小地方去修行。然后他就特别的吩咐到舍利佛的住处去亲近舍利佛，然后向舍利佛问候请安，然后呢请舍利佛是不是可以来到家中为他说法，因为他已经生病了，没办法。在那个时候呢，他这个门人呢，也依教奉行的，到僧团去向世尊请后，然后世尊也知道须达生病的过程，接着呢，他又到这个舍利佛的住处去请舍利佛。那舍利佛呢，听到他的这个礼请呢，舍利佛就当然就答应了。答应之后呢，来到他家中，看到他病的这个很痛苦的样子，他就跟舍利弗讲说呢，他可能怎么样，这个来日不长啊，
那希望舍利弗呢能够为他说法。舍利弗就很简单的跟他讲几句话，说呢，你亲近善知识以来啊，若没有正信的人必生恶处，没有正信的人，若无正信必生恶处，若无多闻就听法，若无多闻也必生恶处。再来呢，若无智慧就是解脱慧，也必生恶处。有这三个。那舍利弗就跟他讲，你今生已怎么样，有正信，有正智，还有怎么样，还有善解，你具足了。舍利弗就跟须达讲了，你已具足正信、正智、善解，这个舍利弗呢就向须达讲，你已具足这三个条件了，你有正信，多闻就是善解了哈，智慧就是正智，你具足这三个了，你怎么样？不堕恶处。他一听到这样呢，心中就怎么样？非常的安稳，不再有恐惧，不再有害怕。结果在那个刹那间怎么样？整个的病怎么样？好了，好了。那为什么好了？心已经没有彷徨，不会有恐惧。已经怎么样，远离恐怖颠倒了。一个人在那种突然间那种生了一场大病的时候啊，那个身心交迫呢，怎么样，很苦啊，很颠。那个吧，接触不了啊。结果呢，他怎么在那种在那个刹那间呢，身心交迫之后非常的苦啊，所以他很害怕。还害怕呢，他一旦临命中往生呢，身边没有善知识。所以呢，舍利弗告诉了他，真正的善知识是平常你已经怎么样，多生多解，还有你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亲近善知识所获得的。所以获亲近善知识，当然善知识非常重要，但是获得善知识之后呢，你必须要具足的是什么？正信。有些亲近善知识未必有正信哦。亲近善知识，善知识之后呢，你获得了正信、正智和善解，才是真正的嘛。所谓的具足有善知识在身上的一个功德力啊，不是我每天跟善知识在一起叫做亲近善知识啊。有些亲近善知识，师父是我的，哎，把人弄没当叫给他，那就完蛋了。那反而产生一种什么眷恋执着，反而产生一种怎么样非常强烈的一个占有欲啊，反而怎么样啊，失去了亲近善知识的什么良好因缘。所以呢，舍利弗呢反而呢透过这样的因缘呢告诉了这个须达说，亲近善知识是平常我们在接触以来呢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行理念所得到。所以我们每天啊在僧团当中啊，在团体的共修当中呢，我们要具足正信。何有正信？你是不是有正信？每天自我省察，自我检验，你的正信在哪里？你今天是否亲近善知识之后呢，有没有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功德力？这个功德力是自己本身怎么样修行成就而来的，这是抢不来、偷不来的，这是我们一般所谈的叫什么涵养、内涵，是平常怎么样接触善知识所获得，所以非常重要。然后正智，哦，正智当然是智慧，然后善解，善解什么？我们听闻佛法非常重要，我们
多闻佛法，听闻佛法，当然非常重要，不能否认的。但是听闻佛法之后要怎么样？要善解啊！你不要怎么样，会错意了。会错意反而产生怎么样？邪知邪见，反而把师父讲的话怎么样？断章取义，然后怎么样？我被倒倒来倒去，倒告不了，拢黑拢师父讲的哦。反正怎么样？误解了，反正误解之后呢，没有修道福慧，反而是怎么样？造业啊！各位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为什么舍利佛必须要再跟须达叮咛这一些啊？要善解，博闻佛法之后要善解法义，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义理到底在谈什么，然后有了正智智慧，这个智慧就是什么？透过我们的正信，透过我们的善解怎么样？一步一步累积成就而来的。所以那个正智智慧啊，不是突然间蹦出来了。它是积功累德而成就的，哦，所以在这里呢，再补充一下关于我们对善知识的一个更应该呢更清楚的了解。所以不要只停留在亲近善知，只是每天呢不要离开它而已啊，哦。我们应该呢更应该了解到我们亲近之后所要获得的这样的一个以我们现在的话语来产生能量，啊，你有这样的能量，以我们现在比较来诠释的话语就是能量。因为你获得这样才怎么样，不愧为我们这个平常的师父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哦，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僧团当中，在佛学院乃至在共修里面所要获得的，哦，这非常重要，哦，好，还是补充再跟这个说明。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41页菩提自信，哦，这第二段这里，哦，看到菩提自信。那上个礼拜呢谈到菩提自信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称佛。那关于菩提自信，在六祖坛经里面呢，其实整部经典啊，整部六祖坛经呢，它就是环绕在谈这个所谓的菩提自信。在六祖坛经里面，光这个自信所出现的字的这个的经文啊，有五十几个地方哈，可见呢，它所占的这个比重啊，还有它的重点非常非常的多。那后面呢，几乎全部都是在什么，来诠释关于菩提自信怎么样的去显露出来的。那菩提自信呢，当然大乘三系哈，我们看到大乘三系呢有不同的解说。好，这个不同的解说呢，我们先了解到大乘三系。大乘三系哪三系知道？一个是什么？性空。性空为名，虚妄。虚妄为事，然后呢？真常。这是我们印顺导师他对于大乘三系的一个判别了，他这样的一个判别。好，提到了性空为名，虚妄为事，还有真常为心。那从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怎么样来了解到，从性空学的角度，他所着重的是在谈这个为名的这样的一个宗旨。哦，那虚妄还是谈的为事，哦，那真常谈这种为心。那到底这三大乘三系呢，哪一个为究竟，哦，我想这一直以来呢，在我们佛教界啊，哦，在学界教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争论。那一开始会有争论呢，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嘛，哦，那到现在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各方面的文献资料啊，这样后面可以听得到吗？可以吧，哈，那好像会不会太小声了一点？不然他那给压到起来。在这个早期呢，关于这个性空，这个大乘三系的哈，他们有一些这个，因为
尤其在中国佛教有很多的这个宗派的一个因缘啊，当然有一些这个对立的地方，但是对立不是祖师们的对立啊，是门下弟子在引述经典的时候的产生一些不同的见解。那现在我们在文献资料在各方面都已经怎么样，非常的充分了，然后也都比较能够理性的去了解到，大乘善信没不管哪一个系统，都是在诠释佛法的理念。那我们现在不管你本身的比较信这个倾向于哪一个系统，哪一个系统呢，我们都怎么样，要彼此的互相的怎么样尊重。那其实在我们现在各单位啦、佛事啦、或者这个佛学院啦，在教理上呢，大乘善信他绝对不会只怎么样单独传授一个法门。我现在啊，我们是信奉，我们现在每天都只上中观，其他经典都不上，大概现在不会了，现在都会怎么样，互相的这个交流，甚至经典的研究。那在早期呢，当然就像比如说是这个三论宗的，大概都是所谓的三论宗，都是吉藏大师的，他就只谈中论、百论，还有这个他的十二名论嘛，他就是以这个三论系统在教这个，其他都不讲了，其他都不讲了，他就是以这个为修行的法门，我们现在呢，大概在各佛学院乃至研究所上呢，都互相去学，互相去学。那之所以救不救济呢，就看你个人在这方面的修学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令我们断除烦恼，哪一个法门对你来讲最救济。有人说念佛最好，但有些念佛念不来啊，还有些说打坐参禅怎么样功德最大，可是卡点这边聊啊，你说哪一个最好，能够降服我们的烦恼，哪一个方法就是最好嘛。好比我们怎么样，我们举例来讲，假如我们身体出了毛病，比如说肚子痛啊，八卦疼你不能吃，每天吃头疼，也用头疼也要最好啊，尤其的哈，这个大脑的这个脑部的药是最贵最好的，你肚子痛就吃脑部的药，吃治疗我们这个大脑的药是最好的，会不会好，不会喝得会好，对不对，不是说最贵的药一吃下去胃就会好，你看什么对症下药嘛。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是否为究竟，我们要先认识自己的烦恼在哪里。所以在大乘三信我们先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大乘三信呢，在解读菩提自信呢，当然有他的这个立场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到底他们的诠释说法有什么不同。我们看到第41页来看，菩提自信的自信，大乘三信呢有着不同解说。那性空论者就是所谓的性空为名啊，他们所说的呢是怎么样呢？他们认为自信是众生妄执而有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性空为名，他们一切都为名嘛。比如说，好举例来讲，明乃师有没有一种东西叫明乃师，就长这个样子吗？可是他这个还没出家以前不叫明乃师啊，对不对？他有他的俗名啊，他出家以后他的样子，本来是那山上那路来路汉美女啊，不敢啊。你说那个早期的那明乃师跑到哪里去了？明乃师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他只是一个名，他谈是一个名，但是我们众生呢，妄执最执着就是那一个名，那名啊。名从我们这个色身而言的名，包括从我以外我所执着的，我所因为有我，所以我执着我所要的。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它称为什么自体爱和境界爱，那我们现在呢来谈这个我爱和我所爱，就是所谓的我爱我所爱。
啊，其实性空学者的看法是什么？我们会之所以执着我所，是因为先执着一个我，这个我就执着一个名真实众生的妄执执着，我有的。那这个性空论者嘛，就不断的呢，来要破除我们的就是这一类的，尤其在中论里面哈，中论里面呢，27品里面，每一品都是在破除众生对法的执着，而那一个法的执着是什么？法。好，我们介绍这个所谓的法。什么叫法？一切事物都称为法，包括了语言文字都是为法，包括语言文字啊。好，比如说杯子，我们的杯子，杯子它是一个法，它就是一个事物。那我们知道，我们一听到杯子这个名字，杯子的作用是让我们可以什么？它是一个容器，能够装水、装茶可以喝的。它的功能就叫做杯子，只要它符合这个功能，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杯子，所以它就是也就是一个法。所以杯子的法就是什么？容器可以装水啦，可以让我们喝的。好，所以一切的事物。那性空学者呢，就是要破除我们对法的执着。这个在禅宗里面有一位禅师也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公案，金碧峰禅师哥应该就不陌生哈。他本身的参禅打坐的功力都很深，啊，这个一入定了都好久的时间。他因为他的功力非常的好，有一天的这个国王啊哈，就供养了他一个什么玉钵，玉钵，他非常珍惜这个玉钵，非常执着这个玉钵，非常喜欢。啊，一个是什么皇帝的供养，哦，他非常的喜欢。那有一天呢、啊，这个黑白无常，哦，就带着这个生死簿了，怎么样，准备要抓人了，因为他时间到了要把他把他带回去了。结果呢，这个黑白无常怎么找都找不到金碧峰禅师。奇怪呢，这个人明明就时间到了，怎么找都找不到他。啊，他就只好什么去问土地公嘛。问一下土地公，那到底这个人跑到哪里？土地公，这个人呢、啊，一旦入定了、啊，你就很难找到他了。你要找到他，有一个方法可以找他。啊，什么方法？他很喜欢那个玉钵。你只要想出一个方法，让他的玉钵呢发出声音，他就出定了，你就可以把他捉到了。结果黑白无常就什么，就变成两只黑老鼠和白老鼠啊，哦，就变成一个黑老鼠和白老鼠这样去找到他的玉钵，人家就这样去把他发出声音，啾啾啾啾，哇，去撞他的玉钵，叮叮叮，结果他一紧张，哎，有人碰我的玉钵，是什么？马上出定，一出定呢，这个黑白无常就把他抓住，哎，找哪里去？啊，他当下知道黑白无常要抓他，他就跟黑白无常说：“你稍等一下，办个事情，我事情弄好了，我马上跟你走。”啊，黑白无常说：“好啊，反正抓到你也跑不掉了。”结果金碧峰禅师马上把那个玉钵一拿起来，摔破，啪，马上又入定，黑白无常从此找不到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案。黑白无常为什么变成两只白老鼠？它就是日夜啊，时间啊，不断在怎么样？我们最执着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你还有一丝丝的执着，还有一丝丝的挂念，你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完全的解脱和放下。所以它是金碧峰禅师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公案来告诉我们，明啊。钵，这就是一个东西嘛，玉钵嘛，摔破了，那要很大的勇气呢。你会把你这个以前的禅师们，他们在修行上，他们都会告诉他的弟子，他最喜欢在他临命中之前，他假如有一段他修行有个一个成绩，他都把他最怎么样最喜欢的先割舍掉，
他不是把他不喜欢的割舍掉，他会把他最喜欢的先割舍掉，怎么样的去把传下去。所以一般的禅师呢，他们都会把法传下来。我就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传法的因缘，最好的就是法。所以呢，性空学者呢，不断地告诉我们，就破除这些对一切事物的执着。你执着什么是你的，其实都是由我们这个什么自体爱，由我爱而产生的。所以最难以突破的就是这个。我这在很多很多的公案里面都提到这个。那各位有兴趣看那个中观啊，中观论啊，在第这个大正藏三十册呢，几乎整部经啊上一半啊，就在谈这个中观的一些思想观念啊，非常非常好的啊。那提到的这个中观呢，他就是谈到这个破除一切的怎么样，一切都是唯名。所以中论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法啊。那这个学界呢，哈，教界都把它称为只破不立，只破不立。那什么叫只破不立？哈，人家问他，我们佛法也讲因缘嘛，有因有缘。他在因缘品里面就问他，有没有因缘是？有没有真实的存在过？他说没有，没有。他就问啊，那骨质啊，那就比例啊，我们的稻谷啊，切割啊，骨质啊，有没有？他是从哪里来的？骨质就从上一代来，上一代再从上一代，他追踪到最后，有没有一个第一个出现的骨质是谁？就好比我们在追我们的老祖宗，我从哪里来？我从爸爸妈妈来，爸爸妈妈从阿公来追上去，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从哪里来？我们在，对啊，你再追上去啊，你怎么追？就是找不到一个第一个。所以呢，中论里面他给他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解释：因缘和合而已，它只是一个因缘和合而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是因缘和合而已啊。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哦，这是性空学者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我们先了解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立论点。那性空学者的这个立场呢，在早期很早就这样一直说法，当然一直到后来呢，大家都会恐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对一个修行者而言，那 他真的会恐慌的。尤其我们现在的初学者，你要他来什么都先放下。哦，一到寺庙就秋季没当寡，没当伪装，什么都不能。我、哦、他下次可能不会再来寺庙共修了，因为我都没，我规矩了了，在这里那个也不得行，那个也不行，也不能穿得太怎么样，太华丽哦。没在光辉早先，那我来寺庙干什么？当然师父说你是在这边拜佛，你不是在做你的个人表演秀啊。当然师父有师父的立场，但是从善巧方法的时候。你一开始就告诉他什么都放下，当然是很好，但问题是他或许没办法什么相应，所以世尊啊，还有祖师大德们又说要什么，要弃理弃机啊。你没有办法弃理弃机呢，那个法对他来讲，纵然是很好的，你对他来讲，他就是恐怖，很恐怖。所以有些人一到禅堂啊，会很害怕，为什么？从来没有打坐过，一进禅堂就他一坐。两个小时不能动，你下次要他要请他再到禅堂里面去参禅打坐，怕死都不爱你，你说那像地狱一样，因为一开始这样啊太严苛了，你要怎么样的是什么引导他，所以呢，性空学者呢，哇，刚开始一开始就破，所以禅宗的一些公案里面很多都几乎哦都是这种，你看呢。开口便是错啊，尤其临济宗的话，师父问你什么问题，你一回答，他不管你对不对，就先打你一顿哦。因为我们现在来到禅堂，来到寺庙，师父问你问题，你一回答，师父一打你，你把我关关，我再见拜拜，我不爱来啊。现在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啊，没办法弃机啊，或许弃你，但不一定弃机啊。师父或许心里想说，我打你这一下是要让你醒过来。我不是打你，要希望你离开啊。可是有没有
我说会错意了，没办法。所以我们现在在禅堂里面，哇，现在法轮会转十轮就转起来了，听得懂吧？啊，还没有打坐的先吃饱，啊，坐了就嘟咕啊就起啊啦。当然这是一个玩笑哈，所以换句话说是，师父现在都很客气的啊。早期的修行是徒弟的啦，跋山涉水，寻师访道啊。现在的法师呢是怎么样？去到处哎，来家来家贼，那乖乖卖照，去到处去请哈啊，请信徒啊来这边的好好的共修，一点不痛啊。那法也因为这样有些改变。所以呢，性空学者呢，他们当时一开始的话，只破不立，很多人吓到，真的吓到了。哦，尤其我有一个例子啊，有一个比丘尼哦，我所以前认识还没有出家前认识的，那时候刚学佛没多久，然后有一次呢，这个去亲近他的时候。去了解到他的整个修行，他做事情一板一眼，他就类似等同主张这种性空学者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他非常坚持沙门不进王者论的哈，还有这个人啊，这个出家人呢只拜佛陀，其他人通通不拜哈。他当时他出家的时候，他家人就反正他选择出家就好嘛哈，就尊重他。结果他出家一段时间，受了比丘尼戒，回来没多久，他妈妈往生了。因为他是住在这个南部乡下哈，在台南啊，南部乡下。那时候在那个地方，对佛教、对佛法的认知，并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清楚。各位知道这个在南部呢，对这个父母亲的往生那种，哇，考的考盖老虾了哈。既叫另外考嘛的爱跪啊哈，结果他回去不跪，因为他穿海去披袈裟哈，就这样回去了。把他家人啊，他的哥哥姐姐要他什么？妈妈已经往生，你怎么没跪下来？很伤心的哭啊，他就不行。戒衣呢，代表佛陀怎么可以跟他顶礼？哇，他这一句一讲出来。所有的亲朋好友通通打压他，开始骂他，就不好见啊！你出家的有够不好，你竟然妈妈跪心，你更敢跪，哇！这骂的，他还是很坚持，他很坚持他的理念干嘛？但是呢，反而变成有反效果。从此以后，他的家人、他的亲朋好友就跟他怎么样，几乎没有什么往来了，断绝关系了。说你这样反而怎么样，让他们没有接触佛教的怎么样？产生了很不好的一个效果，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接触佛法。当然，我们不能说他的立场或者他这样的一个坚持是错的，只是怎么样，没有契机呀。所以他后来呢，为了要圆满这件事情啊，他用了好多好多的时间才慢慢去劝化，几乎用了将近快20年的时间哈。现在哈。他的家人才稍微谅解佛法、佛教的一些修行主张啊。你看呢，他才短短的那几句话，影响之深啊！要跟他讲皈依，没讲，不然叫你处理，我都这都挂欠挂喜哦。你看，他很执着啊。但是，当然现在而言，这个法师很值得我们尊敬啊。他很有他的这种个性哦。但是反而是哪一种反效果了。那其实从性空学的角度，他就值这个名嘛。好，值这个名。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懂得怎样去善巧圆融哦。所以刚刚才一开始跟各位谈的善知识哈，要有正信、正知，还要善解哈，才不会怎么样弄错了哈。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看一看这个性空学的他的角度。他说呢，这个自信呢、啊、是众生的妄想执着，妄执而有的，即因有这些实有自信的妄执，他把那个自信是实有的，实有就真实不变的，实有的妄执成为流转生死的根本，
所以行者想要了生脱死，完成生命解脱，证得无上菩提呢，要为急迫时有自信的妄执。要急迫就是要破除对自信的妄执，所以自信妄执假如啊你不破除的话，要证得菩提呢绝不可能，所以要破除自信见。所以自信见，就是把妄想执着认为是真实实有的。因此呢，在《金刚经》里面，他就谈到什么破我见、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要破这个自心见。我在哪里？请问我在哪里？所以这个禅宗里面也谈的这个念佛是谁？你找不到一个我啊。哦，当然这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理，但是我们要懂，要了解。但是对性空学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呢，你不能拿唯识的角度来诠释它，那可能会让一修怕变哦，因为真的会修怕变哦，不能怎么样混淆哦，不能说我怎么这个一经通的百经通哦，那是理通，但是这个诠释上不一定是能通的哈，不你把白那给到也还到。农村坑里边呢，还把白的道理海的啊，你看比赛就不像一个人了、啊。所以有时候道理真理可以理通，当然可以很圆融的、很圆满的把它解说清楚。但是性空学，你要知道性空学的主张是什么样一个立论，唯识学的主张、唯识学主张的立论不能混淆。说这样也通，那样也通，那当初祖师大德就不需要费尽苦思哈，何苦啊？再分这么多的派系来为我们说明哈，所以他一定有他的立论点。当然，解脱者佛道统，这不能否认啊。但是理有他的意义的存在哈。好，所以呢，要破除自信见哈，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解脱。所以呢，如他举例说呢，如世间万有诸法，就一切的思维，在世俗说呢，没有一法啊。没有一法没有他的自信，如地大以坚为信，所以这个自信地就是坚固的意思，地水火风嘛，那水大呢以湿为信，火大呢以软为信，风大以动为信，就地水火风的自信就谈这个。所以那个自信，那请问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最坚固的？你可以找到一种什么东西最坚固永远不会变坏的？还是会坏啊，对不对？你说火的温度可能永远都是在100度吗？这是软性。有没有一种东西叫长得什么样子，假如一种东西叫做软性，它的温度都保持在100度，我们现在都不用天然瓦斯了，你就把那个，你就心里想着软性，然后它就跑出来，因为它石油嘛，石油就不可能会变没有嘛，它永远都存在，你心里就在想说软性跑出来，好，这个是水嘛，二倍棍哦，你就丢下去，它马上变成100度，可能有这种东西吗？没有啊，你还是得什么因缘和合嘛，你必须要透过火啊，然后慢慢加热，那水滚了它才100度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因缘和合，所以它破除了那个明啊，明为什么会有？它是因缘和合而有，它不是自信实有，哦，这是性空学的这个立场。那目前对于这个推广这个性空学啊。这个藏传佛教呢，在这方面的推广啊，他们有他们非常好的一个论点啊，他们都会背诵，包括中论、俱舍论啊。当然，俱舍论里面不是只有完全都谈到空啊，但是他们对这个中论呢，他们都要倒背论，所以他们有那个什么，他们那个格西哈、啊、要辩论啊，要达到格西的这样的一个阶位哦，他是要辩论，而且那个对经论的这种熟悉哦，倒背如流的哦，倒背如流非常非常清楚啊，他们对这方面的教理是蛮清楚的。好、哦、好，所以呢，我们再看，所以世俗虽然如此说，但求坚等自信实体，说坚信啊，哈、哦，湿信啊，哦，软信啊，乃至怎么动？这一些自信实体呢，根本是了不可得的啦，你永远找不到的，找不到的，
也就是无自性，找不到就是无自性。这个无呢，不是相对于有而谈，这个无是什么？是毕竟空的，是超越的。在印度的思想里面，我们要先了解到印度哦，印度的思想看法呢，和我们比较特殊哦。他们的理解力啊，所以印度目前为止这个设计软体哦，全世界设计软体是不是印度在这方面是什么？这可以说是很厉害的哈，这是类似主流这样的。但是他们的思考空间呢，真的和我们都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在谈世间到底有还是没有，有或无，其实就讲完了嘛。但是呢，在印度的这个思考里面，他说好了，他就在说一个呢，亦有亦无。世间到底有还是没有？其实答案就很清楚，但是不然呢，就是有或者亦有亦无，难道是啊？非有非无。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所以他们的这种思考逻辑呢，有很多的这种，他们就是能够穷持一切，让你找不到可以怎么样反驳他的立场，啊，所以说有半有半无的意思嘛，对不对？无那个无呢，就是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尤其在谈到因缘所生法里面，他用到自身所说哈。自身，我们人从哪里啊？无非就自身嘛，对不对？不然就是什么他身嘛。其实这样就可以讲完了哦。我从哪里啊？不是自己生自己，就是别人生我嘛。其实这样就可以，以我们现在的逻辑，几乎这样是可以什么交代清楚。但是印度就不这么交代了，好吧？既非自身，也非他，不然什么两个加起来生的吧？就是什么，就是自加他等于共嘛。不然呢，就怎么样？好了，没有理由了，没有任何理由，自己怎么跑出来就怎么样？无因生。我从哪里来？你怎样？反正他想跑出来就跑出来，无因生。哎，他们这样的思考逻辑是穷尽一切哦，一切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大概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事情啊，包括人事物。因缘所生的大概离不开这一些吧，要谈谈我从来来自己生自己，我可不可以自己生自己？我假如自己生自己，我自己跑出自己又成一个人，哇，马上一下子就满了嘞。自身嘛，我不需要透过别人来生，我自己就可以生自己。我现在，这个譬如说我现在眼睛不好，我再生一个眼睛，把自己的眼睛换掉，永远都这样，长生不老啊，不可能啊，不可能啊，自身不能成立。不能承认他生了，我是别人生的，别人就不能自己生自己，他可以生你吗？终究就是这样破的哈。我现在谈是字吧，但是我对你来讲就他，我现在是讲字吧，但是在你们立场我就是什么，我就他。刚刚的字就不能生，换一个角度改一个名就可以生吗？可不可能？不可能啊，所以他这里不能成立。所以呢，这个印度他们是嘛，不然就怎么样，自家他嘛，一个未生，自己未生嘛是未生呀，不可能未生呀，对不对？就是这样，那个理论就这样，就自身加他身，不可能共生，不可能共生，啊，这个道理啊。那这个在印度里面，他们在辩论的时候，到最后。反正没有理由，我就是这样蹦出来的，那这更糟糕。一切万物都无因生，那我站在这里，等一下突然间这里就冒出一个地下水，砰！不然就等一下冒出一个火山，砰！惊死人哎！因为一切万物都无因生，自己想跑出来就跑出来，那天下就乱了啊！等一下总统府里面就跑出一个明乃斯，哇，那完蛋了，那整个不政治、社会、经济整个通通动乱了、啊。是什么？不能成立。那印度在辩论的时候，那个他们就问龙树菩萨：“自身也不可以，他身也不行，共生无因生，统统都不。那到底我从哪里来？”龙树才说：“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和合生，但是这个因缘和合生呢，非实有，它是无因实，它是无自性生。我这是所谓的性空学的一个立场，在这里呢，跟各位说明一下，在中论里面呢，几乎每一品呢、啊，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呢在思考的。当然呢，我们现在说，我是爸爸家妈妈生出来的，就是自家他嘛，没有自就是。我们就是智他哈，这个世间万物万法都是同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考逻辑，所以在印度里面，他们有他们这方面的思考，真的很穷尽一切的哦，一切可能想出来的，他们都想了，无因生嘛，反正没有理由，但是龙树菩萨依然给他们那样破除这种自信见，让那种一个实有东西，那什么叫实有？我们先了解到实有什么恒存不变的。有恒生，生就恒生，不会灭掉，不可能无常。有没有一种这种东西叫这样的？不可能啊！啊，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到什么叫实有，实有永远都不会坏。世界上有没有东西永远不坏的？假如世界上所有东西都不坏，那就违反佛所说的诸行无常啊，对不对？所以它就变成到最后什么？这个在中论里面呢，就。各位假如有在阅读这个中论，就可以知道这个外道跟龙树在辩论，他就好比那个语气，我不要跟你论啊，而且按照讲的公输你，类似他的一个语气啊，在论点名啊，各位可以，有兴趣可以去阅读。这些中论呢，是一个很激荡脑力的。我刚开始在学习中论的时候，哇，被这个老师啊同学互相在辩论说，我那个真脑力激荡，有你说嘛，有在哪里？没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它会存在？有在那里？没有啊，没有，它为什么存在？你说因缘和合，那因缘是什么因缘？因缘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因缘啊，我们认为因缘所生嘛，我们的因缘所生，有时候我们落入一种我见，我所认为才因缘，别人所认为就不是因缘嘛，会了解意思吧？我们所认知的因缘，我们会或许会有个人的我见在哈。你所认为才对啊，所以现在有时候在辩论的时候，认为啊，我说的才对，别人说的不对啊，有时候会落入这样一种啊不好的一种什么对立啊，言语上啊，词语上的一些对立，反正这种是错了。真正的一个破除自信见的人啊，站什么？站在一个非常客观的、非常客观而且很理性，去了解到这样的一个真理。它只是一个真理的陈述，它并不在争一个对和错，哦，这才是我们对性空学的一个忠实者。所以印顺导师呢，曾经就有人评论他是一个什么性空学者。印顺导师说：“千万不要误会我是哪一派的学者。你看他的论著里面，性空学的相关的论点，他也有做注解嘛。唯识学，你看。”唯识学探源，他也有说嘛，如来藏，他也有写一个如来藏探究哎，各宗派他通通都有说，他说他只是一个怎么样，忠于佛教，他是什么以佛法研究佛法的一位的法师而已，他并不是把自己特定，我说有些人就把印顺导师啦，认他什么，他主张的是性空学，或许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可能。比较多了一点，但不代表他这方面的一个什么学者。他很客气，他只是这么说，他只是一个嘛忠于佛法的什么一个实说佛法，佛法如是说，我就是如是讲。好，他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就是关于这个性空学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再来，我们谈到唯识。唯识论呢？唯识论者，他承认佛教，我承认佛呢，却常说诸法皆无自性。佛说诸法无自性，唯识学他接受，但是呢，他不能笼统的说一切都无自性，不能笼统的说。所以这是什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一些字里行间可以了解到。唯识学的思想架构呢，是在这个性空学后面啊，才出来的。
啊，从历史上的一个演化，由现代化，不等。好，那唯识学里面他说了，啊，不能笼统的都说无性，应该分为什么片剂词、依他起和原成实这个三字性，所以所谓的片剂词性啊、依他起性，还有原成实性，哦，应该呢要这样的，哦，这三个说法，这是在唯识学里面呢，啊，啊要说明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他说呢，这个片剂词性。哦，偏见执自信呐，啊，是众生妄执，哦，是众生妄执。说他无实自信呢是不错的，如误以为有实自体，而且坚固的执着，那必成为生死根本。啊，哦，偏见执。那依他起呢是呢依众缘而有的，哦，依他起是依我是什么？我是因为别人而有的。那片剂子呢？片剂子嘛，执着很多了。我们其实有时候在生活上会常常有这种，比如说你今天的成就，我们有时候讲，卡赞啊，无我跟你斗相共，你有其他你的成就吗？片剂子到处执着，这种坏，弄坏，弄弄坏，坏掉容易，真的呢，很多。现在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生活上啊，也很多或多或少会落入这样的一种人啊，执着叫片剂子，片剂子自信。奇怪，啊，甚至有时候我们在相处，哦，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哦，或者在共修方面，他今天稍有点成就了，啊，还是过去若无我有今仔日吗？那过去的嘛，几百年前的代志啊，他今天的成就都归咎于，因为当初有这一个才有这一个，他就忘了。整个的过程是因缘不断而合而有的，假如当初因为有他，他就可以马上成就，这个过程应该要省略啊，那为什么不省略？是片剂子嘛，执着这个才是我的。好，那依他起呢，哦，也是这样的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我是因为，比如说我是从来，我是因为有爸爸妈妈而来的，我是依他而有，哦，依他而有，这是在唯识学里面的，啊，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好，再来呢，圆成实呢是诸法的真理，圆成实才是所谓究竟的诸法的真理啊，诸法的真理。所以呢，这不能如片剂执无实体，如这也无实在的自体，那其过失就很大了。所以佛法所说的流转与幻灭呢，也就不能成立。这与性空论者呢所说的呢，显然有些不同。所以唯识学里面呢，哈。唯识三字性里面呢，他的这样的一个论点啊，他为什么会接下来会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唯识学呢，他的论点非常非常的多，尤其他的名相更多哦。啊，尤其我现在在学习唯识学，我那个我是在背这个名相。你看唯识学的整个的发展过程，我们就以论点上来谈，从诚实论的。哦，从这个俱舍论，哦，俱舍的七十五法，哦，诚实论的八十四法，一直到我们后期的大乘人啊，白法明门论，都是在谈这个唯识学的，哦，唯识的白法明门论。所以唯识学呢，它不是只有一个派系啊，它也很多很多的派系哦，就好比我们现在的政党。虽然是通通成为一个政党，但政党之下还有很多很多的什么派系哈。那虽然唯识学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学派，但是它底下还有很多不同的系统。所以玄奘大师当时到印度去取经求法的时候，他带回来很多很多相关的唯识学这方面的著作论述。那后来他自己怎么样？及当时一代大师的关于相关唯识学的一个论著，后来自己怎么样写出一本叫做《唯识论》嘛？那《唯识论》呢是当时集合十大论师的一些精华，成立为一派。后来他在我们
中国佛教就成立了什么所谓的法相宗，就是所谓的唯识宗。所以它又是更后期的，但是在这之前，在印度的发展，那更多、哦、各派各派的不同说法。那其中呢，有几个说法哈、哦，这个比如说这个有所谓的相关的一些论题啊，哈、哦，这个到底唯识它是怎么样来去成立它？虚妄，唯识本身是一种虚妄，这叫做虚妄唯识。它是一种虚过性的，哦，虚妄为实。但是各位看到这个字哈、哦，一切万法皆虚妄，但是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是什么？唯识。和性空学是很大的一个差异，性空学是什么？只破不立，什么通通没有立哦，叫做性空为名嘛。它为名，它只有一个名，它其实什么都没有。那个名本来就假名的，比如说明乃师，明乃师是真实存在过吗？假如有，过去早应该有了，他从小就应该长这个样，那为什么不断的变化？照理讲，这个石有什么？不会再变化的，这是不会再变化的。但是就现在而言，唯识学呢，它不同意虚妄。一切万法是虚妄，但是呢，唯识所变，所以有一个主宰者，就是什么？我们的这个法王，我们的心王，一个唯识变现出来，一个主宰者。所以他其实很明显的跟性空学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哈，很大的差异。所以这有时候呢，我们在看那些论点，有时候记得早期到佛学去读书的时候，早上一堂课谈的通通中观，通通谈的一切万法皆空，或只破不立，哇，听到很法喜充满。下午一堂课全部在讲唯识，万法唯识所现，哇，听到菩萨啥就给老师说，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早上听说没有，现在下午通通什么都有，到底有啊？我老师说，你说的就是，你自己要去理解参悟吧。老师只是把他如实所知道的这个教理就是这样，他要忠于教理是这么样的诠释，他就这样跟我们讲嘛。那我们听者要怎样？要懂得去吸收和消化，所以不能拿唯识的去打性空学，拿性空学的论点来拿来打唯识啊？那到底是谁是对，谁是错？没有所谓对错，能够契机的法，对你来讲是最究竟的法。哦，当然，但是。我们在讲课上也是要跟各位哈来介绍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学问，所以呢，唯识学方面它虚妄，万法都是虚妄不止，但是有一个真实的是什么？唯识，哦，唯识啊，如来藏呢，他谈什么？什么？一切是哪样？唯心，万法唯心。他谈了又谈个心，啊，谈个心，所以呢，这个。唯识学的这个著作呢蛮多的，但是要读唯识学哦，这个思考理论要很什么很清楚，而且他的名相非常非常的多啊，他的名相白法啊，五位白法，五位七十五法，五位六十四法，好多好多，而且不同的这个时代。好的论师所著作的这个论点里面的内容又不尽相同哦，尤其唯识学的这个论师非常非常的多啊，哦，非常非常的多。那这方面呢，我想这个以后我们这个假如有上到这个印度佛教史的，可能就会比较详细的跟各位谈那个整个的这个分裂过程啊，就好比一个党派啊，本来大家同样一个共识成立一个党派嘛，我们就是这样的共识，可是呢。时间相处一久，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个人在某方面的这种服务，产生一些什么不同的感受嘛，就慢慢又有不同的主张了。那为什么这样？其实我们要理解到哦，当时在印度很广啊，那唯识学派它不是就一直只有在这个地方，就好比我们不是永远都只有在台北这个地方弘法，有时候到南部、到中部啊，甚至到国外啊。你不能把我们这一套到国外讲，或者到南部讲，有时候讲不通嘛。讲不通，它会怎么样？会一种善巧的因缘。所以呢，它就有一种善巧因缘的不同。
那尤其唯识学派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整个佛教是哪？印度已经受到阿育王统一之后呢，整个全印度都是在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佛法的熏习之下。当然，南印度、北印度的那地理环境啊，人文啊，还有这个民情全然不同。当然，在说法者就有一些不同，那就有一些怎么样派系的一种差异。但是他们也只是要怎么样，把一个修行的一个理念传达给当地的一个修行者而已。那只是后来呢，因为有一些文献啊、历史资料的一种记载传承下来，那变成一个啥，让我们所研究了。那其实到我们现在而言，不管你现在是谈的是性空学，你谈的是唯识学，还是谈的是如来藏，我们统称它都是大乘佛教的系统，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我们假如回到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不一定可以接受的哦，是非常强烈的，因为要捍卫他的领域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到的。尤其佛教传来到我们中国的时候啊，佛教早期传到中国是先传给老百姓，还是传到朝廷？啊，各位知道吗？是先给老百姓，还是朝廷？一定是要在朝廷里。假如没有这些知识分子的这种权力的拥护，你传给老百姓，第一个不认识字，你怎么跟他讲法？字都不认识我了，你跟他讲太多法。第二个呢，那巴多的够没办法，不要让够伪造，我没办法。所以呢，早期呢，这个法的传进来都是在朝廷里面，然后呢，慢慢由朝廷上影响老百姓，所以一个政策是可以影响到。所以呢，那时候啊。哦，佛教呢传到这个中国的时候，你看以这个我们这个达摩祖师来谈，达摩祖师到中国第一个度的是谁？当然就先找皇帝来度的，是度没办法度的才怎么样？他度到慧可了嘛？他本来是一般没有福德因缘的话，你哪里碰得到皇帝？当然那时候皇帝有学佛没错啊，但是他没有先去找一般的小老百姓来说法，那时候佛教整个的根基还不是很稳，当然那时候都在朝廷里面，所以那时候朝廷文武百官都是学佛，很多都是佛教徒、哦、只有我们这一本《六祖坛经》的这位主角啊，慧能大师的比较特殊的，而且他是把整个的禅宗发扬光大，就是一个识字不多的一个禅者。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在那个时候没有了解到佛教已经怎么样普遍了，啊，不管是达官贵人，甚至平民百姓，都已经知道了佛教了。所以慧能大师在那个时候呢，时机因缘成熟，所以他就这样把佛法呢，好好的弘扬。假如换在另外一个时代，我想我们的慧能大师也很难以成就，因为时机因缘不同嘛。你叫一个认识字的去亲近一个不认识字的，可能吗？不太可能的，真的不太可能的。这是一个长久的一个人的一种强烈的我执感啊。好，但是在附带跟各位再说明了啊。那当然唯识学啊，它有所谓的这个谈到的这个遍计执性、依他起性，还有这个圆成实性啊，来说明一切法的这个三智性的一个道理啊。这是唯识学。那再来我们看真常论者。真常论者呢，对佛所说的知性呢，又有不同的看法。真常论者，如来藏，哦，那认为世俗自性固然没有，他可以接受。好，那世俗自性没有，他可以接受。比如说桌子没有啊，桌子是一个名称嘛。假如我们把他的脚都拆掉，桌面拿掉，你说桌子在哪里？没有桌子的，你不能再说他桌子。你我们顶多能够讲讲，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木材而已啊，你说什么过时的桌子啊，它不是现在我们说就桌子它是一个概念，一个它所以它说呢，世俗固然没有自信它可以接受，但是胜利自信你不能说它没有啊。比如说众生，假如我们没有佛性的话，那我们再怎么修也成不了佛嘛。哎，它是这个道理啊，这如来藏思想在后期里面，在禅宗里面反了什么也比较被传染和接受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了、啊。比如说一座山里面，
假如没有黄金，里面没有金矿的话，你再怎么挖你也挖不到金矿，你就是已经测试到哎，它里面有金矿，所以我们才可以啊很努力的去挖，才挖得到金矿，把一些烦恼啦啊，像那些尘沙风的吧，去除干净，就好比我们的烦恼都完全洗涤干净了，我们这个什么自信和佛性就自然显现出来，它应该要存在才可以显现，假如没有，你再怎么用功还是成不了佛啊。哦，这就是如来藏真常唯心，一切的唯心所造，万法唯心所现，唯心所造。所以这个三大系统的说法全然是不同的。那到假如你能够，不管你从哪一个系统去成就，其实它到最后的一个境界其实是一样的。就比如举例来讲，性空唯名，它是什么呀？只破不立。虽然只破不立，它不立任何一法，是在那一个时代，它要破除一切，它不能再自己再立说。你们通通都假的，只有我真的，那不行啊！你说万法皆空，那你到底空不空？你既然说万法皆空，你自己还立一个法，那就自打嘴巴嘛。所以他就在那个时代，他就讲只破不立，一切万法皆无自性，包括连成佛，在中论里面，包括如来有没有如来？如来也因缘和合而有，为什么？因为你透过修行成就了，他不是本来就如来。你假如本来如来，你不应该再怎么样？再有烦恼，为什么你现在有烦恼？我在如来神力品啊，二十二品里面，包括这个涅槃品二十四品里面，都中论里面哦，还有第十五品的有无品哦，那都非常非常精彩的哦。其实中论非常精彩啊，中论那个辩论，要上中论的课呢，就不能只有珠江子一个人来谈，那要怎么样分成两派，把自己的角色扮好了，你们。啊，比如说啊，我们这两边的，你们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主张一切万法有的啊，这个主张万法无的来对来人啊，都要上几课来才有劲啊，然后呢辩论，反正你得想得到的讲得出来，就尽量的破，但是你不能讲到最后变成讲他的答案了、啊，那你就什么混淆自己的立场了、啊，那样上几课来的，我那很精彩了、啊。你就是要站住在这里，但是到最后你真理这样越变越明，所以性空学呢，它是就是在讲出一个彰显出一个理的道理，怎么样把一切都破掉了，最后留下来一个就是真理，不用特殊再讲嘛，所以它有它的这样特殊内容，它真常唯心呢，它都不同，你不能说万法都无啊，为什么？这可以我们可以理解到，这是比较在后期的佛教的修行。里面的一些什么碰到一个瓶颈，你叫我什么都没有，那我干嘛这么痛苦修行啊？再怎么修都是没有，那我就不用修了、啊。对，所以才有一个佛性，在《阿含经》里面，你们再怎么找，有没有看到佛性这两个字？找不到了。你现在我们的西贝塔哈，那个电子佛顶各位可以查询，你只要查《阿含经》佛性，基本上是没有的。在这个阿毗达摩里面，阿毗昙里面，你去查一个佛性，大概也查不到、哦。但是在我们比较的大乘经典里面查佛性，哇，啪啪啪啪啪，好几万笔、哦、都在谈佛性的道理。哎，为什么？这个时节因缘不同、啊、所以印顺导师才告诉我们要说法，又要怎么样？要弃离弃机的人间佛教。啊、不能自己我讲的对的就是佛法，你不契机，师尊讲的对牛弹琴啊，你把琴点到菩萨啥，不能说我讲的是上好，最好的也要能够契机啊，才能够怎么样有所感应啊。但是真常唯心性，在我们大乘，尤其在我们中国佛教的法人怎么样，被发扬光大。但是在我们现在，假如各位有到过这个南传佛教国家，真常唯心性在他们那边，他们会改立功的妖魔鬼怪哈、哦，不，他们不一定接受哈、哦，他们不一定接受，但是他们不一定接受性空学哈、哦，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主张叫什么阿毗达摩，所以我们特别来说，我们是大乘三系，他们有他们的什么，这个他们有所谓的说一切有部，他们是部派里面传承下来的，还是比较原始，不是所谓的原始什么，比较早期他们在那，因为佛
佛教在印度呢受到一个所谓的回教入侵之后，所谓的毁灭嘛，我们谈的是这样，因为佛教根源于印度，但是在印度呢回教入侵之后呢，整个的佛教怎么样就开始散掉了嘛，就分成了两派嘛，一派就从斯里兰卡哦一直到这个泰国嘛，经过了这个缅甸啊哦，到这个越南啊哦，然后反正到最后就是到泰国哦，到泰国，所以泰国现在一个玉佛寺，那一尊玉佛人据说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历史典故啦哦，啊这个这一派，那另外一派呢就怎么样，从西藏进来到我们这个中国佛教，然后呢到韩国到日本，所谓的大乘佛教的系统，变成了这两个系统，所以这两个系统的经论啊，很大的差异哦。这个我们在佛学就感受很大，大概在20年前哦，你跟他讲佛性，你说你们是妖魔鬼怪哪来的佛性哦，真的很难接入了。那现在整个地球村整个的文化知识的交流之后，他慢慢接受啊，原来什么说法不同，所以现在我在交流，所以现在学术界啊，大小乘佛教在做交流，已经啊，以我们现在的用词来讲，一个合盖啊，不会再对立。我早期对立了，很棒。我曾经就碰过学生，从泰国来的，从斯里兰卡来，你要拿我们晚课是不是要念阿弥陀佛？他就不开口，他也不念。他也不参加晚课，他说哪有阿弥陀佛，不念呢。假如我们的角度觉得他，你来到这里不念阿弥陀佛，你要做什么？就把他赶回去吧。但是我们要变成他什么？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否认他的修行价值啊！你要什么？要让他接受，你必须要什么？要先去包容他，然后慢慢的让他一段时间在学院里面听闻佛法，然后了解了，啊。原来阿弥陀佛是怎么样？慢慢接受，他也会跟着晚课了，也会跟着念阿弥陀经了，也会念阿弥陀佛。现在也会跟人家讲阿弥陀经了，甚至他自己发愿，我要回到我的国家弘扬阿弥陀佛的教法。接受了，可是他刚来说不一定接受，他很强烈的那种观念，所以这一定要有时间去说明的哈。啊，是说借这个机会跟各位来谈，这个不是每一个，我们现在认为说这个都可以通啊，就是有时候你们假如真正碰到，不一定是通得来哦，那真的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的这种，所谓的这种革命哈、哦，真的不同哈、哦。所以讲到这里也就一个笑话，我曾经到大陆这个普陀山，到阿育王寺去参访。哦，去这个走一走嘛，哈、哦、啊，去拜佛。要回来的时候，有位法师呢，就很客气的说：“请问哪里？台湾？哎呀，你台湾来的啊？你们台湾现在还不会过得水深火热啊？”我听就台湾过得很舒服啦，你们水深火热过得很好啊。可是他就认为台湾的同胞啊，现在还苦啊。他大概。那个年纪大概看起来大概有60、70岁哦，他说啊，还是来我们这个祖国啊，哈、哦、啊，好好的来学佛。你看我们的寺庙殿堂，啊，那时候我都默然故事，事如是此，只有合掌感恩哈。当然不能讲太多了，只是听嘛。但是我们自己很清楚啊，哦，当然这那时候，但是现在呢，他们自从有在教的时候，他觉得说。和他们所当初所认知的全然不一样啊！我们需不需要去跟他争论说没有？我们台湾过得很好啊，对不对？这个百姓都过得什么安和乐业啊？需要解释吗？不需要，等他看到了就好了嘛。其实就是这种道理。有时候法什么不需要去争论，尤其在禅宗里面，他是很多事情什么不用去争辩嘛。等你成就了，那个就是了。所以现在。后来呢，又到一次去，就碰到了，当然不是同一个法师，他说：“哇，你们台湾环境好啊！”前后不到5年呢，本来是说你们在那边过了水深火热，那现在去说：“哇，你们台湾好啊，法师啊，各方面哇，你们佛教的这个这个《大藏经》啊、经典啊，所藏还比我们完整呢。我学术，我们很多的学术发表一些论文资料，就哇，你们还是。”比我们早一点哈、哦，
不得不接受的，为什么？因为有在交流，所以有时候这个知见的建立啊，其实一开始我们刚谈的亲近三智是蛮重要的啊。好，我们接着再看，好，赶快把这里说完。好，说呢，他说呢，世俗自信固然没有，但是胜利自信你不能说他没有哈，就不能说他没有。如圣人所证见的真如法性、法界、实际如来藏等，本来如此。且为圣人之所通达，怎么可以说没有呢？所以我们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大概你搜寻不到佛性这个字词啊，这个字眼，但是你可以看得到法尔如是，哦，还有这里所谈到的什么法性、法界，但只是在后期大乘佛教，它比较用什么更圆融、更善巧的方法来说，把它用一个佛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其实也可以找得到类似这样相关的经文，只是它不像我们现在在诠释上把它称为佛性，他跟他讲法尔如是，法本来就这样的，为什么能够成就？它本来就这样，本来就这样，本来就这样，可以解释吗？就禅宗里面的开悟祖师讲的，原来比丘尼是女的，我们一听本来比丘尼就是我也知道，可是他知道的话，我们知道那境界全然不同哦。他知道是怎么洞见一切法的真如本性，好比我们禅宗里面常常在追我们本来自信，你知道吗？念佛是谁？就逼得你不得不怎么样？逼到那个什么，这个什么，要大彻大悟，必须要怎么样？先大死一次，逼得你这样走投无路了，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在禅宗就讲一个公案，什么叫做佛性的，那就。要他解释佛性，他好比一个人爬到树上，那用嘴巴含着树枝，脚腾空，手也放下，人家问他佛在哪里，他要开口也不是，不开口也不是，他要开口就掉下，不开口说什么不慈悲，听得懂意思吧？有些话是什么不一定要说，那你讲也不行，因为真理是不是用语言文字可以什么完全表达清楚的，他就什么一个境界，它是一个悟境。好，所以呢，在真常唯心性里面，它也就是这样来说明，它虽然是一个悟境，但是它就是有一个成佛的可能，这个佛性的存在才可能成佛啊。哦，所以它这样的说法。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说呢，如法性实际世俗故，但第一是故有。《大智度论》里怎么说？第一地故有，第一地。所以呢，如说胜利自信也无，那就什么波无一切过失，那是很大的，一切都波无一切过失，一切都是没有的，那也是什么有过失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习性空学者，你不能波无因果呢。性空学虽然说万法皆空，但是他很尊重因果，因果有没有？他说因果非实有。因为他特别跟我们讲的因果是怎么样的缘，它是因缘果报的，因和果之间有一个什么缘呐、啊，对不对？因果在中论的第22品哦，谈一个因果品哈、哦，它中间有一个缘，一个报，因缘果报。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台湾不是这个法务部炒的这个正火热的死刑犯本来就要什么要执行嘛，但是缘不同啊，为什么法务部长不同啊，不一定执行啊，所以呢已经三审定谳了哈、哦，照理讲是应该执行，可是这个缘变化啦、啊，说他过去或许有争议，但是缘变了，果不一定哈、哦，果不一定是有的哈、哦，所以这个。性空学的立场它其实很理性的，但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在法的认知上呢，因果自作自受，我们或许接受自作自受是对不对，只能说对一半，也不能说它完全错、哦、以我们现在比较中道的立场来讲，只能说它对一半，自作不一定自受了。为什么？当然这个所谓的自完全接受，所谓自受是要完全就是他或许缘变了嘛，所以世尊在阿含经里面就举例啊，同样我们手上抓的一把盐，你放在这个杯子一喝，那怎么样？
很咸很苦啊，对不对？根本就没办法喝。但你假如放在这个大水缸里面，大概就什么没什么味道。但是盐的成分有没有变？没有啊，它果报还是在，只是它怎么样？安古里玛拉就是这样的，妖觉摩罗，他杀人魔王，照理讲他要下地狱的啊。但是他碰到了佛，碰到了善知识啊，佛告诉他怎样的忏悔，然后他重生出家之后，然后呢被人家丢石头啊，甚至脱钵的时候呢，人家给他一些石头啊、粪便啊，他都不能怎么样起任何的嗔恨心，业障消除了，他到最后是怎么样成就阿罗汉了、啊。缘不同啊，果报，当然他也有他所受报的因缘，所以定力不可转，没错，定力不可转，但是愿力是可以怎么样改变很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呢，祖师大德常常告诉我们要多发愿啊，要多发愿啊，有愿呢就能够成就啊。好，那我们再接着看，我假如如说设立自信也无呢，那就怎么不一切过失就很大了，如此所谓的一切众生皆得成佛就没办法成立了。所以他谈的这个佛性，所以生死流转也谈不上，还要修学佛法做什么？是以呢真常论者不但不可说自信不可得，且很坚定的告诉着我们，菩提自信绝对是有的，菩提自信绝对是有的。所以六祖大师才说，菩提自信但用此心就能成佛啊，就能够成佛，所以绝对是有的。如否定自信有呢，那佛法很多问题就很难以解说了，真的是很难解。所以其实到比较后期的佛法的这个论说呢，其实是这样，越后期的说法是这样，更为圆融，所以我们是可以接受。但是呢，我们不能混淆了，啊，绝对不能混淆这个佛教的一些教理系统，啊，绝对不能混淆。好，我们再看，所以呢，因而呢，《坛经》中单说自信呢，就有五十几处的地方，哈，所以想见多么的重视自信。是以真常论者呢，绝不承认没有自信，而这也是一般人所接受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菩提自信呢，把它怎么，把它诠释为所谓的佛性。菩提就是道，就是佛啊、嗯，佛性自信，成佛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呢、啊，哈。所以就是这三大系统，大乘三系，其实他们的说法是全然不同的啊，全然不同。那我们只是以比较简要的啊，跟各位来介绍这个大乘三系系统对于自信的诠释不同，就谈那个自信。那有人会觉得这个我们六祖坛经呢，它比较倾向于菩提自信啊，比较倾向于这个如来藏系统，但是六祖大师本身他都没有说他比较倾向哪一个系统，为什么？因为他在经典里面他也跟大家诠释过涅槃经，也跟大家解释过金刚经，也解释过这个法华经、哦、但是这些经统就从大乘三系的系统来谈的话，它遍布各地啊，遍布各地啊、哦、都是有的。但是如来藏的思想呢，在我们中国佛教还是比较被广泛的传承和接受嘛。但是我们在寺院里面的这个法脉的传承，反而都是以禅宗为主啊，什么临济宗、曹洞宗的法脉传承反而比较多，但是教理内容呢，谈的都很多是相关于这个如来藏思想，所以我们都会要把这个禅宗的很多呢，跟这个佛系的怎么样，都会比较有相关的一些概念啊。当然有时候也会提到关于性空学的。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翻阅我们英顺导师有一本《中观论诵讲记》里面，他自己就有说明，有人说他是这个性空学的这个专家啦，好，他自己说他只是忠实于佛法，说佛法，所以他在中观里面很多都引用到阿含经的。所以有人说中观学本身是在解释波罗经的系统，但是印顺导师他就从阿含经里面找出相关的资料来做证明，啊，谈出中观论诵里面呢，他跟原始佛教啊不相违背的，只是在那一个时候的因缘他这么说嘛，
他如实的说而已，哦，我们要了解到他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好，这是谈到菩提自性哈，用了一些时间跟各位做一个说明。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众生本来皆有清净的菩提自性，不是随便说来令人欣喜自信的，不是随便说的，而是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一切众生的价值。可见呢，慧能大师呢，对人及诸众生呢，给予怎么相当的尊敬，不像现在有些哈，有些没有人性的狂人，不把人呢当作人看的，还是真是这样哈，所以当作腐烂物了啊来看，要怎么样的虐待或者残杀。所以你看现在的时代哈，可是只有现在，早期也是这样啊。哦，像这个吕后够不够残忍？他够早的人了吧？他残不残忍？他把人家的眼睛挖掉，手脚都剁掉了。早期这种残忍的了，也很多，只是当时的这个传播媒体新闻没报道的这么快速哈。那现在是传播媒体报道比较快哦，哇，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马上都知道，让人家人心惶惶。还要早期，像这一类的皇宫里面呢，要像吕后，你看他在怎么样在顶敌那个哦，那些皇妃哦，你看，尤其在皇宫里面呢，真的是伴君如伴虎啊，哦，现在反而是什么更人性化了哦。所以假如有在看这个古装剧啊，你看这个。满清十大酷刑哈，哇！那现在假如说在这里，我想这个人权协会早就抗议了哈，哪里可能让你这样执行的哈，对不对？所以早期现在反而更民主一点了。我们讲实在，就从这个泰国在这个第五世王之前啊，他们还是有奴隶制度的。他们的牛不一定是在犁田的哦，是人在犁田的。那个种田啊，那牛也是人在拖的。我们台湾早期也是这样啊，做长工的啊，出来在无牛就是长工在地啊，就这样啊。我们亲戚朋友自己的家人都是做过长工啊，就存了牛在地啊在拖啊。家里有时候没那么多牛啊，可他们就是很低级的。是后来民主思想更为怎么样开放了，更尊重人权了，所以现在其实在这方面都蛮平等的。看以我们现在而言，你看不断在强调啊两性平等哈，现在什么要女士优先哈，现在要介绍什么都要先介绍女性，介绍完了再介绍男性哈，代表尊重哈。你看现在你不可以这个轻视哈。更何况这个在这方面，当然这是从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发展过程，但在佛教里面哈，这是我们这个演别法师他在相处那个时代，他和我们现在当然是什么相差二三十年，那感受还是有差的。他们在那个时候确实也看到很多很多什么社会乱象哦，所以他当然也有他这样一个说法哦。好，那我们再看下一段。人及众生呢，皆具有，皆本有清净的菩提自性，绝对什么，皆可以成佛的。那为什么人与佛有这样的差别？人都可以成佛，那为什么人和佛差别这么大呢？真的差别很大哦。一念觉，我们都说一念觉就佛，一念明就凡夫。可是觉和明当中，真的就差那么多吗？真的差很多，他就是真的差了那么多。会计较跟未计较差多少，啊，还有一些时间我讲一个故事啊，什么叫做人都能够成佛？那个平常心，所谓直心真心。以前有一个法师叫做慈律法师，这位慈律法师呢，他本来是在寺庙里面当香灯的，香灯师哈。那在丛林里面呢，每年的六月初六啊，六月各位知道六月天气很热嘛，要怎么样？要晒晒经书，
太经书哈，因为在山上哈，丛林啊，山上呢都很潮湿嘛，它就要透过什么夏天的时候，啊，尤其六月来回灰熊波，然后说大太阳那个嘛，要晒经书，里里外外包括我们的这个被单啊，所有的衣物啊，能够晒的全部要晒，不然也臭曝嘛。因为在山上有住过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太阳哦，这个没出来哦，这个都是阴天的时候，很容易得臭曝嘛。所以每年的固定六月六号这一天怎么样？要晒经书是吧？还有一些衣物。那这位慈利法师他本身是担任这个降灯师，一个人做憨厚做地嘞，你讲啥伊就做啥，很直。那有位小沙弥的特别敢冲敌啊，师傅，你那个蜡烛也要晒一下，已经发霉了。蜡烛也要晒，他说蜡烛要晒，要啊，你看蜡烛发霉了，什么东西都要晒，蜡烛也要晒。哎，打这个还去跑地了，他说好啊，他就真的。拿着蜡烛哦，拿去大太阳下，早上一晒下来，整个蜡烛怎么样？油呀，融化油。哦，他就在想啊，应该蜡烛，他叫我来晒蜡烛，就是要把这个蜡烛变成这样啊，这个蜡烛怎么都融掉了？他就把这个蜡烛芯把它捡起来，然后去找一个小碟子哈，把这个融化的蜡烛怎么装起来？就像我们现在的什么？这个酥油灯，这小小的一个，把它说好了。他大概蜡烛晒这样，他从不怀疑任何人讲的话，他就这样做。结果呢，有一天这个不是啊，隔天哈，这个当家师父啊，知客师了哈，知客师呢就跟他讲，哎，早上要供佛了，你怎么没有这个拿这个蜡烛来供佛？他好，他就准备了。然后就把昨天晒掉的那融化的然后拿出来，拿到就像一个小碟子的放着，然后在那个油芯哈方向再点燃。师傅就这个师就问他，我们不是有那个很好的这个蜡烛吗？怎么不拿那个呢？这个就是了，这个怎么回事？我昨天拿出来把它晒太阳啊，就这样。哇，这个香格师的在那个时候呢，知道他有人在冲敌哦，他也不能生气，他知道他很憨直很憨厚，也没有对他生气，就跟他讲说，哇，你太有智慧了，哇，你非常有智慧，哦，你能够把这个蜡烛晒成这样，你太有智慧了，太可惜了，你这么有智慧的人只当你担任这个香灯是太可惜了，你应该是什么讲经弘法才好啊，能够去讲大作说法给大众听呢，把你的智慧弘扬开来，那才对的，太可惜了。他说：“师父，真的吗？因为他住在寺庙长久了，从来没有人肯定过他哈，怎么晒个蜡烛呢？这个香这个是就既然这么肯定他，其实他只是变相要把他签单嘛。我们一听大家就知道，只是变相要把他签单了，就不好意思明讲说你给我滚出去而已啊。就变相你这个这么有智慧、这么有才华的人。”只是单的相当是太可怜，你应该要去怎么样？去讲经说法。所以呢，真的，啊，我可以讲经说法吗？这个是就讲可以。我介绍你去亲近。我们在清末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地贤大师哈，地贤老和尚，你去亲近地贤老和尚，他是天台宗的这个专家哈，他在这方面呢是有非常好的这个著作哦。哦，真的，哇，他说，那我明天呢？就去拜访这个地贤大师，这个知客师呢迫不及待，不用了，你现在呢就可以马上准备呢去拜访去亲近地贤大师，就是要他现在马上滚就对了。好，真的现在就可以去，真的，他就哇，从没有怀疑，他很高兴哦，一边整理行李一边好高兴，我也可以讲经说法嘞，我准备打包他的行李，就准备去亲近这个地贤老和尚。那时候地贤老和尚不知道在什么寺庙了，我忘了啊。他这是专门弘扬天台宗，但是地贤老和尚就跟他的徒弟讲，不管任何人，哦，只要是出家法师来到我们寺庙挂单，一定要接受他，哦，一定要接受他。而且呢，当时学天台宗的法师非常的少，假如他要学天台法，把他留下来。
我他就抱着，他那时候不知道，他就到那个地仙老和尚的这个道场去，就要亲近地仙老和尚。哦，中观寺啊，那时候不知道是哪一个寺庙的了哈，他就到这个哈、啊、这个寺庙去哈、啊，要去挂单呐、啊。哇，智克师呢，看到他，他就去跟智克师讲，哎，智克师，哦。看到这个慈利法师的，就问他师父来做什么？挂单啊？来做什么？我要来这边讲经说法的，来做什么？我口气很大哦。这智克师一看，看这个人的样子，就知道这个非比寻常哦。但是呢，师父要特别交代，只要有法师来挂单呢，怎么样？要把他留下来，不能怎么样？不能排斥他。啊，那他一想说，啊、算了吧。我还是把这个问题呢留给老和尚自己去处理，就把他引进去带领老和尚了。他一进去呢，就跟老和尚顶礼了。老和尚问他：“啊，法师来做什么？”“我来亲近师父啊，来的人要讲经说法的。”他说：“是什么因缘？是怎么因缘来到这里？”他就把他在之前寺庙晒赖主的这个过程呢。讲给这个地铁老上，地铁老上一听，恍然如初。为什么来到这里？因为呢六月初六要晒经书，他连蜡烛也都把它什么拿去晒太阳融化掉了。他的资格是赞叹他是一个讲经说法的人才，所以要来亲近你。所以我今天特地来亲近你。看，没有打妄语哦，一五一十的跟地铁老和尚讲，他也是这么讲，很老实的。地铁老。果然是个佛法大讲，你只要好好的用功，好好的学习经论，来世呢绝对可以讲经说法。但是各位知道，持律法师不认识字，不认识字。那老和尚呢，就特地派人教他诵经、读经，他一个字一个字读，一个字一个字读背起来。所以他从来没有任何的杂念，读《金刚经》就读《金刚经》，把《金刚经》的背得滚瓜烂熟，《法华经》《涅槃经》，结果十多年之后，他阅览好多好多的经书，而且什么又认识字了，而且了解到其中的经文道理。但在这之前啊，他当时要离开这个寺庙来亲近地仙老和尚，那知客师还有很多人都取笑他，说跟他讲：“你改天假如会讲经说法，我们都当你的徒弟去听你说法了。”约法三章哦，他说：“真的哦，改天我假如会说法，你们都要来听哦，当我的弟子哦。”约法三章哦，结果十多年后，地仙老和尚呢，真的就请他上座说法，真的一鸣惊人。他又认识字，又会说法，讲得非常好。他就特地呢写一封信，过去给他的知客师，十几年前的承诺，希望你们能够兑现。结果知客师的带了所有僧众，当时取笑他的人，通通来当他的学生，乖乖的听他说法。这就是所谓的菩提自信的显发。给把晒蜡烛的又去晒这个，这以我们现在讲比较，以我们现在比较粗俗的话，给广告给北京嘛，对吧？哈。可是他从不怀疑人家跟他讲的任何一句话，他就做到了。他内心怎么样？不失善，不失恶，非常有准，非常老实，就是所谓的执行道场。所以，不是因为他憨厚就成不了佛，是他本身就具足了开悟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他只是把他的烦恼习性嘛断除断除断除，所以他那十多年的功夫不做任何的杂物，就很认真的学习佛法的教理，亲近善知识，因为他很清楚，我将来也可以怎样讲经说法。后来有没有成就？成就了，所以后来大家就把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塞纳和尚，帕拉借给他塞纳族的塞纳和尚，他的本名其实叫做慈利法师，这在我们近代的哈。清朝的事情而已，非常有名的一个公案哦。清朝不认识字的人很多啊，那法师不认识字的很多，但是他还是这样的啊，成就。
也有写说哈，所以这个是这个檀溪老和尚也有提到这一段。当然他的整个过程很多，但这个塞拉和尚他就这么老实。所以呢，学佛，你不要看他好像什么事情憨憨的那种，学佛人都很容易成就的。一杯心要贼嘛，别计较呀贼，很老实修行。啊，这就是我们的菩提，这就是我们的。所以有些人嘛，自以为很聪明的，耍小聪明的，到最后怎么样，吃亏的反而很多。所以像我们在僧团里面啊，老和尚说要们什么扫厕所就扫厕所，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会怀疑。我现在呢，现在在修行上，因为我们的知识很丰富哦，哇，很多人会问很多问题。尤其我们在禅堂里面禅修哦，我个人都比较倾向于你在禅修要问的问题，不要去问佛法的问题，因为佛法问题你完全没有办法怎么样解答清楚。你禅修要问的问题，就是你当下所体验到你身心的变化的问题，针对问题怎么样去解释，去怎么去处理。你不要再去问说有没有佛性，你就参禅还不到一个礼拜，你就问佛性在哪里？你现在打坐，你的身体的变化是冷热，你的调息的状况，你调好了，不好了，你就很清楚会知道那个状况。就好比我们自己在开一部车，你自己的车子，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这个油门，哎，顺不顺畅？哎，有问题，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我们跟这个修车厂说，我的车子这个哪里有这个问题？那师傅，哦，修车厂的这个师傅就帮我们看。哎，先查一下，那把那问题解决好了。你一开，哎，顺了。那禅师呢？有经验者的这个名师，他就在指导我们怎么破除一些障碍而已。他不需要再跟你讲太多，因为佛都讲得很清楚。那我们现在很多的障碍是什么？自作聪明，误以为自己看了很多书，了解很多法，就认为我说的就对。我有时候僵持不下，那反而是什么？尤其现在的禅师呢，又不能像唐朝的禅师这样的，你在那边多啰嗦个两句就啪啪就扒了，现在不能啪啪扒了，你就问题就多了哈、哦。像前不久这个新闻报的，这个老师把同学罚这个面壁了，哎，这我看到的都折鬼啊，我买那种面壁鬼，那要紧，可是现在不行啊。我甚至调皮到老师把那个白报纸转到转过去给他贴的呀。为什么？因为我都不领军啊，就简单讲，因为就这样啊，白报纸塞住，然后面壁，我也是这样过了好几年啊，啊我变派啊。对，但是假如那件事情拉到现在，那可能就是一件社会新闻了哈、哦。可是那个老师到现在和我都有在联络啊，他也蛮关心我的、啊。对不对？我反而很感恩他，为什么？他让我记忆犹深，回味无穷，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很多事情啊，是你怎么样去你的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会取决于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成就与否态度。哦，态度非常重要，我们在学佛上面的态度。哦，那当然今天呢，跟各位介绍了相关的一些。哦，佛教里面谈的这个自信呢，其实以我们现在在修学佛法上来谈，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学佛，就是我们那个本来的自信。你那个态度真不真诚，骗不了的，你自己最清楚。我今天来听闻佛法，我的态度真不真诚，还是我为了气干污而已，真的是这样。我们佛教里面的法师啊、信众们，其实都非常恭敬的，很虔诚的听法。假如呢？在某一些有教啦，某一些宗教里面在听，也搞搞没好，我气话嘛，气功夫哈，哇，九刀山落油天的功夫，气话上较好，哎呦，啊，规身躯老血老滴，到尾啊，嘛是啊，硬哦上去指挥我干安怎嘞，喏，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稍微要想一下，这个要怎么样的，把我们自己的态度啊调整在最好，所以学佛呢，这个态度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不要轻视别人，你不轻视别人就不会轻视自己，你轻视别人就等于轻视自己。常不净菩萨讲的，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所以呢，今天呢，其实也最主要跟各位来讨论一下关于菩提自信啊，在我们佛教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忘了啦哈。好，哇，这个拖了一些时间了哈。
好，有没有问题？啊，没有，我们回想，我们请合掌。愿你此功德，愿你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好，下课。大众请起，请转身向佛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转身面向法师，离谢法师一问讯。阿弥陀佛。